中南部的进香团啊，还不是嘞，跟着马祖绕经起来了，绕好远，绕好远。好，我们演出在即将开始，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来看演出呢，好，欢迎你，这边还要请后辈。对对对，美女旁边都有位置啊，看到不要冷，不放心嘛，都可以啊。拍照好不好？美女旁边我真的自己都想坐了，好不好？真的真的。好吧，打开看，等一下，真的吗？我真的可以吗？像我这样的人真的可以？可以。这样的形象我可以吗？我可以这么幸福吗？都觉得很疑惑了。好，真的快开始了，对不对？对。三点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会有漫才的演出，欢迎大家来。你们都带手机上来，什么意思？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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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知道你会问时间，所以剧本是这样写的，对吧？没有剧本没有写。所以人家时间到了，开始玩游戏吗？是。三点不要招呼你爹好不好？明明你刚刚讲就很热闹。好，先介绍一下。好，好的。刚刚呢，这首歌大家听到了。介绍这个吧。想介绍这个吧。我没有想说大家疑惑啊。对对对，就介绍这个吧。刚听了那么久。可以介绍一下。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刚刚其实看到他们发了一张单曲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那询问好吗？询问一下。好，快。我要在三点前介绍完这件事。好，来来来，不然就有点犯规好不好？好。好，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地方演出呢？其实我们2016的华文原创音乐剧节呢，看到看到，对，我们今天的音乐剧户外开唱的演出啊，哇，好，中间这个达康说唱秀有没有？但是我跟你说呢，今天我们的演出呢是音乐剧节里面最不音乐的一个演出。不要讲出来，啊，讲出来，只有我们放一点音乐，放一点，刚才有放了，放了，所以我们才为大家带来康康的单曲。对，我们所有的音乐就在 CD 里面了，好不好？欢迎大家选购啊，对不对？在这里听跟在家里听一模一样。加谁啊？买回家，谢谢谢谢。买回家你保证一模一样。不过呢，我们今天带来五段演出了，还是有其中一段啊，是我的音乐故事演出。对，不过其他四段呢都是漫才。可以啊。大家。有没听过漫才手吗？有吗？有人知道漫才手吗？漫才吗？有人知道漫才手吗？举手一下啊！有、啊，知道知道，举手，知道。很好。你看那么多次都不知道。我跟你讲，今天下面很亮，我一看就知道你是谁了，好不好？完全会记得，完全会记得。那种不是第一次看演出的人哦。好，跟大家解释一下。快解释，还是解释一下。把话讲完，把话讲完啊！本来要威胁人家，就自己胆怯了。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漫才是什么东西。是的。其实有点像是日本传过来的相声，好，跟中国相声有什么不一样呢？中国相声比较是逗哏跟捧哏嘛，所以逗哏人会说一件有趣的事情，然后捧哏人在旁边啊，就是烘托他、附和他。是，跟漫才不一样，漫才两个人在舞台上就有点像吵架啊，有一点彼此争论的感觉啊，所以呢会更加激烈一点点。那可能讲话语速呢也会稍微快一点，所以请大家如果真的听不到，就把它聚到台前来。哈哈哈哈哈哈。或是聚到台前来，就这样。哎哎哎哎哎哎。好啊，我们讲，我马上会接收到。讲讲讲讲。对，所以呢，就是有我们有五段啊，第四段，这是这样的日式相声的演出叫漫才，然后有一段呢是我跟康康所带来的音乐故事啊，是的，是的。那在这之前呢，我要先介绍一下这次正宗的音乐剧集。对，这是我们今天来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要介绍音乐剧，把它讲清楚，对，讲清楚，说明白。用语的事情吗？立伦，等他下。立
为是拿这种天文望远镜在看的，上面看着，对对对，喝咖啡，喝咖啡，好清楚了。那不是望远镜，我是狙击枪，好不好？好，赶快介绍，赶快介绍，正宗。好，我们这次呢有很多优秀演出，那这次呢，我们先讲户外演出好了。户外演出呢，在11月13号，下礼拜天呢，下礼拜天，错了，帮倒忙了。我不知道故意你要怎么下礼拜天找不到11月13号的下午3点呢，一样在这个舞台，就在这里，对，就是我们今天店铺的这个舞台，会有一个 musical 字典创作工坊，在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音乐剧的演出，是，好，一样是免费的，请大家一样可以来这个地方看。好，以及呢，有我们厅内的演出，厅内演出，我们新北市艺文中心里面11月5号、6号的没有人造卫星相撞的夜幕。那这个今天下午就演完最后一场了，好像。对，晚上有吗？晚上没有啊。那就是真的没有人造卫星相撞的夜幕。没有人造卫星相撞的夜幕。那就这样吧。没有了，没得搞，没得搞，然后我们挂掉啊。香港来的，真的吗？真的很像，非常好。那你唱一下，啊，唱什么？没有人造卫星相撞的夜空。那不是这样吗？好不容易跟香港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了。不要了，你想要怎么样？好，接下来就是还有演出的，我们撒娇女王，撒娇，对，11月11号到12号在新北市艺文中心，是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爱的必胜记》，有没有？感觉就很有看头。我喜欢傲娇女王啦，撒娇对我来说太柔情，我比较 M 一点点，所以我喜欢傲娇女王。不过喜欢的撒娇女王的呢，可以请去看，去看这演出，好吧？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口味比较重一点哦。前叛逆男子 BL 系列地维坦2.0。对，大家知道什么是 BL 吗？知道吗？不知道吗？丹尼不知道。丹尼没办法，大概就是这种事情。你刚刚是要给他们的印象啊？丹尼没有办法。好，我承认这是有点劣化的劣了。这边呢，大家看到有没有，都是很帅气的，都是很帅的，没有劣化劣了，就是 boys love 的意思啦。是，如果大家喜欢这款烤比的哈，对，欢迎啊，大家哦，来这个新北艺术中心啊。水源剧场，水源剧场，水源剧场。他们都知道，哎，大家都知道是，那我就跳舞去。可以啊。在那个台北的水源剧场啊，在工厂那边，地维坦2.0，迪丽之前决定爱不爱你。但其实迪丽之后，你也是可以在资源回收桶找到他。还原他就会还原，所以你不一定要决定，你先决定就对了。对，所以delete之后，你还是可以决定要不要爱他。还是可以决定。地维坦2.0哦，11月12号到27号在水源剧场。好，然后最后呢，这是我们蓬莱南北馆神话音乐剧。11月18到20号于新北市艺文中心。这就是没错。这就没有错了，没有错了。对，蓬莱哦，没有仙山哦。不要说人家现在蓬莱而且之前我看过他们首部曲大神吧怎么样很好看，就山海经的故事真的很好看，里面还有踢踏舞，山海经有踢踏舞这我不知道，大神吧里面有踢踏舞，真的很好看，他们作品还去亚维农艺术节，你都讲那个文大家都看得到文字，就一直从那边我讲我有在看稿的样子吗？完全是在看稿，就看在上面啊。不过这真的是跟华人世界文化很有关的神话，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了，不要再舔自己的嘴唇了，好吗？我说蓬莱蓬莱就是跟米有关的东西，不要再乱讲，不要再乱讲，讲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好的，
那还有两场呢，特别免费入场活动，分别是音乐剧的创作比赛。哦，还有这个？对对对，11月13号星期天晚上在新北市艺文中心。哦，对，还有音乐剧的表演工作坊成果发表会。哦，也有发表会。对对，在11月20号星期天晚上7点也在新北艺文中心。好，大家没有听清楚的话，等一下我们这张发去印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张啦，哦。对，这个 Seven 都可以印哦，如果大家好。一张2块钱是有点贵，但是 OK 啦。还是我们扫描，然后云端列印把那个码给你们。QR code 现在方便哦，有个槽哦，没有，大家放进去，一它就印出来。好，大家可以再来关心一下这些资讯哦。好，这很重要资讯呢，都已经交代完了。那我们今天演出就到这边。干嘛？差不多啦，我刚只有过半个小时啊。我也觉得力气用差不多了。说真的，讲这些事情真的是希望，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来看，很用力、很用力的介绍他们。立伦都回办公室，没有在窗户旁边的，你知道吗？当背景音在听。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五段演出，两演出呢就即将开始，请大家稍待会，谢谢大家。